将正式开始。给老板颁奖了啊！老板来了，家人们，我们的女神，我们的女神，宝贝们，漂亮不？哎妈，老板，我感觉真的又瘦了呢。老板就感觉又瘦了，发现没？我就没有机会再去喊票了。我真的感觉老板又瘦了，嗯。老板好看吗？漂亮吧，美不美？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就让你这么近距离看看老板，咱家能不能给我来点棒棒糖？咱家有棒棒糖，能不能给小飘咱家走起一波，宝贝们？老板太美了，棒棒糖啥的来，咱家给唐艺老师，咱家给唐艺老师，我唐艺姐姐，我的姐姐能不能整点棒棒糖啥的，帮我飘来，在家看到老板了。咱家有棒棒糖收起来，哥哥姐姐，我就一千个棒棒糖啊，飘的就一千个棒棒糖，我不用墨镜，我不用大礼物，就一人一个小棒棒糖啥的来。咱家棒棒糖大队，咱家收起来。咱家所有的每位宝宝们啊，咱家棒棒糖咱家收起了，家人们，咱家棒棒糖帮我飘，咱家一起上一上，我可喜欢老板穿红衣服了，真的，特别喜欢老板穿红色的衣服，好看。我声音最大吗？那咋整啊？是不是？拉票啊！哎呀，真好看！啊、拉票啊！老板，好看，嗯，美，白，带劲！哎呀，真好看！哎呀，给老板拍照了。长板。哇，我可以跳死！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哎呀哎呀，老板坐那块了。哎呀，真美。喂。哎呀，太美了，家人们！坐那块了，注意一下，不要这里，你跟你就在进去啊，没问题啊。嗯呐，这就行。哎呀，都去给老板拍去了。哎呀，你去拍一个，你去拍一个。等一会儿就拍了。嗯呐，等一会儿就拍了。干嘛呀？买的。看着老板吗？六斤的疙瘩，一百扛不住哦，这一百扛不住，好好退给他，这一百扛不住。恭喜你这个小嫂子，这个小嫂子太搞笑了。哎，那个粉丝可以。老板太漂亮了，是不是？美。站第一排就可以。等一下他筛选。介绍咋这么瘦？真好看。怎么这么瘦？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拍一个，非要挡在我前面吗？尊敬的各位领导，现场亲爱的各位企业家朋友，以及我们的网络达人和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感谢好朋友们第一时间热情，开心不？家人们这么近距离看老板，开不开心？大家如约走进，遇见榆林，共享好物，榆林好物线上直播带货活动，助农主播唐毅授牌仪式的活动现场。那亲爱的老板要授牌了，我想首先第一时间呢邀请大家，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唐毅老师，好不好？哎呀，唐毅老师，送给唐毅老师。哎呀，老板站起来了，受欢迎的真开心。哎呀，唐毅老师，唐老板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大美榆林。接下来的时间，我相信我们的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期待。那么，亲爱的各位朋友，我们的大美榆林啊，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孕育了众多优质的本土好物。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棒棒糖，家人们，我就要完成一千个棒棒糖，就剩十几分钟了。咱家棒棒糖大队能给飘的，咱家走起吧。小湖南小兵，棒棒糖宝的们，六千多人的棒棒糖大队，咱家走一走。发挥直播电商在助推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棒棒糖大队，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唐毅唐老板来到了我们的大美榆林。我想在唐老板的助推之下，我们的本土好物一定可以走向全国，奔向世界。大家有没有信心？给点掌声好吗？当然，其实我们大美榆林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古城，我们也有着我们自己最独特的文化艺术陕美民歌。不用下，没事的。唐老板有听过吗？我也不耽误事儿。很喜欢，对不对？我也没有介绍什么产品啥的，你们需要就拍一单啊。我想首先为大家特别邀请出我们本土非常优秀的，也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些老师走上舞台，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首先邀请到第一位，相信大家也很熟悉，来自我们的任老汉，任老师走上舞台，为我们带来好听的陕美民歌，掌声有请。任老汉。就是刚才唱那个歌，民歌那个，你们说我这个位置好啊，家人们？好，把一首陕北民歌《三旦的开花红艳艳》送给大家。好。看一眼啊。
这个大哥唱老好了，真的老专业了，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这老板一会儿让你们看看啥表情啊。来直播间说的宝的们，我现在需要大家棒棒糖参加走起啊，咱家棒棒糖来参加走起，棒棒糖实力派啊，陕西第二大城市陕西榆林。好不好？大山巍，来参加大拇指手一波，真好！别去！老板也鼓掌了啊！老板也鼓掌了。好听哈。真好听这嗓子，嗯。你起来好吗？好。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来嘿哟，唱的是好啊，家人们，今天让他上老板舞台，指定能好。老板的脖子上戴的项链好看。女人和男人就是不一样，你看这俩女士做的就好看啊。没给小彪点关注的家人们，给飘的参加点一个免费的关注。非常感谢林老师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当然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的歌曲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共同进入到的是榆林好物线上直播带货活动助农主播唐毅授牌仪式。我也感觉老板穿红衣服特别好看。欢迎榆林市商务局副局长杨月局长走上台为我们主持授牌仪式，掌声欢迎。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我希望咱家还有十几分钟，咱家能把棒棒糖给飘的咱家完成吗？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咱家棒棒糖能给飘的咱家完成吗？宝贝们，这看到老板这么乖乖的，都第一时间我的画面多好啊！来家人们，咱家棒棒糖给飘的，来咱家走一波，来咱家棒棒糖拿的来。七月胜如火，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会。这领导，这都大领导，别看这女的老厉害了。榆林好物线上直播带货活动盛大举行，首先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同时也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市商务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榆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韩菊花，
老板，那个的家人们打破正能量啊！因为有时候他们说话啥都是领导的话，我们会违规。家人们帮我飘，咱家打破正能量，宝贝们，打破正能量啊！帮助小飘一下的。中国内地女歌手，抖音超头部主播唐毅。骄傲，家人们骄傲，骄傲，打破正能量，宝贝们。榆林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张海苗。有面子有谈亮相吗？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唐毅电商团队、榆林克利玛擦网络团队、小吴区直播团队、高纳直播团队以及各县市区企业代表。近年来，在数字浪潮的推动下，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直观的购物体验，也为企业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开辟了新的途径。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来家人们正能量走一波，老板那个家人们一定帮着走一波，因为他们一说领导啊，有的时候你懂得啊，我们违规。品牌影响力，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充分发挥电波直播电商在助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遇见榆林共享好物直播带货活动，旨在通过这一形式推动我市优质商品与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的无缝对接，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的活动议程有两项，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请榆林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波同志致辞。你这都是领导啊，你还是防窥膜，真是的，哎，还是防窥膜。尊敬的唐毅女士，各位领导，哎妈呀，企业家，网络达人，市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妈，我都不知道谁给我上的小黄车，家人们，不知道谁给我上的小黄车，绿意盎然，指定是后台给我整的。家人们给我换小黄车，不是我自己整的，家人们哪个卖的不好，你们帮我飘咱家去拍一单啊。在此，我仅代表榆林市商务局向出席此次活动的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榆林商务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个数字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潜力，本人更美是不是？购物习惯和商业业态，它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的购物体验，也为品牌和商家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这种模式也促进了电商行业的创新升级。老板我这一坐像小孩似的，认真听讲像学生一样，位于陕西最北部，地处陕甘宁蒙晋五省接壤，总面积4.3万平方公里，辖一市两区九县，总人口385万，是不是好乖的？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榆林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北纬38度的优良气候孕育了榆林山地苹果、米之小米、紫州黄芪等众多优质的本土好物。为进一步拓宽我市特色商品的销售渠道，我们举办遇见榆林共享好物2024榆林好物线上直播活动。本次活动为期一个月，从6月29日至7月29日结束，通过抖音、快手双平台持续矩阵直播带货，对我市小米、红枣、黄芪、挂面、羊毛制品以及牛羊肉等各类型40家企业80余款农特产品进行网络销售。今天我们携手抖音头部主播唐毅开展助农直播专场带货活动，我相信在他的努力和付出下，榆林农特产品必将打开更多的销售渠道，榆林好物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秉承创新、真的，你们都不让我说话，给我整的我都不敢说一句了。加强与各方的合作交流，将持续深化和各大平台的合作。一会儿锁定老板直播间就知道带啥了啊。提高榆林好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全力打造榆林好物的品牌形象，通过优质的产品、优良的服务、优惠的价格，不用去指挥我啊，都能感受到榆林好物的独特魅力。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家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业来，推动榆林好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消费者的首选。最后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市民朋友们，谢谢我白龙哥哥，谢谢哥，身为三星级家人们打包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我哥啊、哦，感谢我哥，老板跟大家看呢，好乖呀，老板跟在直播间看你们的家人们，看着吗，家人们，老板在瞅你们呢，看你们笑呢，收到了没有？哎呀，老板上去了，收牌了吧，我的妈！参加所有的家人们，此时此刻有没有礼花筒？给老板祝贺一下，要给老板收牌了，这个是老板最高光的时刻，老板最棒，老板最美。哎呀，给老板收牌了，哎呦，太美了，老板优秀，哎呦，稀有潇洒哥，给老板收牌了，哎呀，最高光的时刻，家人们。哎呦，谢谢潇洒哥，家人们打破2113，我们为2113，我跟你说，我们的女神骄傲，家人们快打破2113，家人们，2113，老板最棒。韩宇女士您好，韩宇女士留步，感谢韩局长，谢谢石总，感谢韩局长。我们想有几个问题来问一问我们的韩宇女士啊。啊，请问这是你第一次来榆林吗？对，我第一次来，然后现在这里呢跟我们现场所有榆林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唐烨、啊、第一次来到榆林，对榆林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我没想到榆林的天气这么舒服，而且榆林今天我在吃晚餐的时候，领导们都热情的这个招待我，吃了很多榆林的美食，陕北的美食，据说还有很多的美食我还没有吃过。是这样的，我们榆林有12个县市区，12个县市区不同的历史文化，所以接下来要讲好榆林故事，在这里提前感谢我们的唐烨老师，希望能有机会多来榆林。来，然后呢在这里也祝我们榆林的文旅业还有我们的农业越来越好，被更多人看到榆林的好产品，谢谢。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大使的力量，谢谢、啊、好，形象大使的力量，马上来拍桌子了，家人们，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遇见榆林，共享好物，榆林好物线上直播活动即将进入唐烨专场直播环节。老板专场了，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一天助农大使，一世榆林情缘，让我们共同期待榆林好产品与唐烨团队擦出闪亮的火花。期待唐烨大使讲好榆林故事。谢谢大家，今天的开幕式到此结束。老板准备开播了，家人们，老板开播了，来不及了，要开播了，家人们，老板要开播了，哎呀妈，我棒棒糖没完成吧，我的妈，家人们，咱家棒棒糖能给要飘走一波吗？我所有的美美家人们，咱家棒棒糖能给飘到咱家上一上吗？我直播间所有的美美大宝贝们，家人们，我棒棒糖能给小飘咱家完成吗？我今天9000人，家人们，9000人，我就要把棒棒糖完成，我就不相信9000人，我500个棒棒糖我完不成。2113所有的家人们，小飘的需要大家，直播间所有的美味家人们，所有的美味宝的们，我现在就这么多人，小八八，哎呀，大家好，这四处给小八点点关注，干什么？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咱家还差最后400多个，来所有的宝，那我就差400多个了，棒棒糖能给小票完成吗？9000多人呢，1万人了啊，1万人了啊。少姐跟那个子浩，你俩上一场没去，你知道吗？嗯，管你当了，我知道。没有站立记者的小八，你管你当站立记者。接收音，太远，完了我姑娘在，姑娘陪孩子，嗯，3天时间，听没听着？吃槟榔呢，嗯。来直播间所有的美味宝的还差300多个，来直播间所有的宝的们，300多个棒棒糖，来宝贝们，咱家300个棒棒糖。
现场观众高手多，嗯呐。哎妈，这么多小八家的宝他们呢？来看着你家小鼠了，一人能给个棒棒糖吃不？他现在是摆好的。一人能给棒棒糖吃不，宝贝们？看到你家小主了，一人不给小飘来一个棒棒糖，宝贝们，这么近距离让你们看的。哎呀，谢谢战神，感谢感谢。那马上一万人，今天咱家能冲到一万人，家人们，今天绝对能冲到一万人，所有的美美家人们绝对能冲到一万人啊。谢谢伟，感谢哥。对，来咱直播间说，家人们还剩最后的200多个了。330个家人们，咱家就要棒棒糖拉队，我就希望看到咱们家快10000个人，咱家棒棒糖能给小飘咱家走一波不？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马上10000人，9800了，咱家绝对能到10000人，10000人咱家能给飘的，咱家完成这个棒棒糖吧。所有的宝子们能给飘的，咱家上一个吧，7:30啊，锁定老板直播间，8点9点抢人气票啊，8点9点抢人气票。哎呀，飞起来了啊，飞起来了啊。小八，你的女神呢？想爱宝了，爱宝没看见呢，爱宝在里边呢，没看到他。今天老多高手了，那都是高手要上台的。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啊！放好了，放好了，放好了，28个，家人们。徐安师姐应该在里边呢。嗯。你把他2000。哎妈，这么多小八家家人们呢？一会儿看到老板，我绝对能10000人，家人们。咱家把棒棒糖完成呗，还差330个。家人们，老板开播之前330个能给飘的，咱家占个榜吗？就要一人一个棒棒糖，所有的宝子们，一人一颗棒棒糖。哎呦，这么多小八家的宝子们呢？小八家的家人们给飘的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呗。啊，没给小飘的点关注，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给飘的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好不好？嗯呐，给飘的咱家那个占个榜，家人们给飘的咱家占个榜。我就想把棒棒糖完成，这是小飘今天的心愿。家人们，今天小飘的心愿就是完成棒棒糖，还差最后的200多了，200多了，家人们，棒棒糖是有福气解药，不要别的，现在飘的就要棒棒糖。家人们就要这个棒棒糖啊，啥都不要。家人们，棒棒糖走起啊！来，5288家的家人们要求不高，一人给小飘的咱家整一个棒棒糖。5288家人们，咱家就差200多个。咱家一人整个棒棒糖中不中？我想把这1000个棒棒糖完成。老板马上回来开播了，还剩最后的200多个，下面就差200多个棒棒糖了。嗯，谢我舅谢妈，感谢我姐，谢谢我姐了，啥也别说了。因为你说直播间所有的美美家人们啊，咱小飘的出门在外的了，就靠各路家军的家人们啊，给我飘的咱家占个榜，9800了，9800了。可以了，他只有那一条。棒棒糖真的没有差多些了，所有的宝贝们，小爱师姐呢？小爱师姐在那儿呢啊，小爱师姐也在那儿呢，嗯呐，看到小爱师姐没？嗯，都疯了，就要看我爱姐呀，出来了啊！看到没？9213家的宝贝们，看到小爱师姐没？看到小爱师姐了吧？最后25个来，给我爱姐戴墨镜。下面给大师姐戴墨镜，给爱宝戴墨镜，给小八戴墨镜，给他俩一起戴墨镜。看到这俩美女们，哎呀，老板来了！直播间所有的美美家人们，老板来了！谢我甜心，哎妈，感谢甜心姐！看到老板们，小爱，还有小八。来直播间所有的美美宝子们，马上开播，马上开播啊！嗨，老板，咱家能上10000人不？家人们，能不能上10000人？完了，我感觉100%完了，220个棒棒糖，220个棒棒糖，咱家有没有66？咱家有没有188？完了，完不成了。10000人，家人们，我终于上万了，小飘的上万人了，能不能支持一下飘的家人们？我10000人了，宝子们终于上万了，咱家10000人，哥哥姐姐们，咱家能给小飘咱家棒棒糖就差200个，咱家能不能完成？老板今天受牌来的啊，所以说晚了一点点，希望给小飘的那个棒棒糖咱家马上了啊。
我一会儿让你看看现场行不行？咱家七点半，一会儿马上老板开播，咱家锁定老板直播间疯狂点赞，八点九点人气票。今天我跟你说，在户外老板不要拉人气票，咱自己家的哥哥姐姐们，咱家自觉啊，能打满600张打满600张，打满不了600张，咱家1张2张10张8张的啊，谢谢咱家我的938，来直播间所有家人130个3组666，咱家能不能来3组66个人气票？8点到9点。来直播间我所有的每位宝贝们，所有的每位家人们啊，咱们不说别的啊，咱们此时此刻棒棒小飘来咱家棒棒糖就差100多个了，就差100多个了，家人们就差100多个棒棒糖了，马上开播了啊，上吧，准备开始了，来家人们100多个帮我拿，哎妈，谢我救护器，感谢我的姐姐，谢谢姐姐，来所有的家人们，咱家还差60个，就差1组66，就差1组66，咱家有一个上一个，有两个上两个，60个帮我拿，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12000人了，咱家溜溜，谢谢我姐啊，咱家一人一个帮我拿，谢谢我坑坑，还差最后50个，家人们最后50个，小点声。谢我子旭姐，感谢我姐，开播了，开播了，家人们，咱家就差一点点，就差几个必须得完成的，来，家人们，还差最后的40个，40个棒棒糖，哎呀妈，20个了，家人们，20个棒棒糖，直播间说，家人们，20个棒棒糖我就下播了，家人们十几个棒棒糖飘的就下播了，所有的每位家人们，最后的十几个棒棒糖，小飘的，求求大家了，来棒棒糖，来，咱家十几个棒棒糖。这是我们的榆林的古城，来欢迎你们所有妈妈回家了，前天在东北，今天就在山里了，看到我们榆林的这个古城没有？哇哦，来一起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下了宝的们去老板直播间，拜拜。